其实是原汁原两边的、啊。哦，是什么？一推出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两个味道啦，主要就是我跟我的老婆两个人，就是、哦、一个人一个味道啊。鸳鸯啊，人家讲鸳鸯戏水啊。哦，我不要戏水，鸳鸯就好了，鸳鸯就很浪漫了，戏水就有一点黄黄了。早安。是哦，这个鸳鸯，我是蓝火员。太太是什么名呢？我是陈佩珍。你好，你好。好。哦，谢谢你今天找我们来吃这个鸳鸯面。我吃到鸳鸯面了，吃到客家面了。好，那个是全蛋面。全蛋面。好、哦，我特别喜欢这种薄薄的面的、啊。嗯。啊，好吃，味道也很好。好，价钱又不贵。对啊，吃饭。这什么有什么不满意讲，不要这边丢椅子。我的椅子很硬，没有他应该是很不满意啊。
礼拜几个屋了？哦，礼拜几个屋啊？哦，那只米几屋？哦，如果到八位阿妹，佫有袂少吧？八位，今天我们又跟这个阿红啊，阿红群厨记的阿红啊，来这边吃云记，这个是客家面啊，也有卖云吞面，也有卖鸳鸯面。鸳鸯面什么？两个味道啊。它鸳鸯面是两种口味，它是叫那个全汤面。不一样。这个是有骨的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哈哈，哦，今天呢，我是来后才来这北海阿波罗巴萨来这边的原籍哦，因为啊，这个是你看路不错啊，来我不在，对，因为这边是算隐藏。哎，那小人的朋友是比不掉的。我带过来，讲是，我把你个了是安哥，六七十岁。说我带后才来哦，这是年轻一代哈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年轻一代啊，阿红很年轻不了，还好啦，啊，年轻过，年轻过，来，没讲上回啊，人一红梅了啊，来，汤进来，说，老板，你的原汁鸳鸯面是因为你的老婆喜欢吃一个味道，你喜欢吃一个味道。其实他的故事会比较长一点。你讲啊，其实鸳鸯怎么会是一个鸳鸯？因为要吸水。因为要吸水啊。啊。其实它的那个红色的，就是白色，你吃到那个番茄的。就是我回去从新加坡啊，吃那边的云吞面，接触到那边的文化了，就是然后就是分蒸了，搅拌分蒸的云吞面。我们这个。读者会想知道这个烧肉什么事情？听说你家里是卖烧肉的？对，我家里是卖烧肉，好，这算是第四代了。哈，第四代啊，都是多少年了？应该有45年到50年。所以说，阿庄那边，你的阿庄那边已经是开始做事了，开始在烧。所以说，你去到新加坡的时候，吃到这个。奔真的，然后你就很惊艳，对，那个味道很特别，然后就想哎，可以 try 看，就是带回来竞争，看那个市场的接受度这样。那面是特别定做的，所以特别 Q 弹，它的口感特别的有嚼劲，所以那个面呢本身就是没有那个碱水的味道，那个酱是可以比较容易吸收，那个味道比较香一点。我吃了两样嘛。鸳鸯面跟那个客家面啊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客家面。大多数都会觉得客家面。哦，对。鸳鸯会比较个人。对，鸳鸯是特别啦。偏酸呀。适合给 boyfriend girlfriend 来鸳鸯戏水。对。你一点我一点这样啊，那个 romantic 的事情是你才想得到啊。对。